2019年6月11日，香港十一日讯，今年29岁的中国 D 奶嫩魔章星月成功征服损盘林峰，昨日更爆出意被林峰求婚，有望嫁入家族资产高达20亿港币约11亿令吉的林家，成为娱乐圈另一位豪门媳妇。39岁香港一线小生林峰去年宣布与吴谦与斩断5年情，随后传出与小11岁的张馨月热恋，二人在交往期间已拜会过双方家长。如今交往1年便爆出林峰已于6月1日向女友求婚，打算在他12月8日40岁生日之际迎娶女友。张馨月6月1日在微博 PO 出用花朵做出兔子造型的摆设，直呼 surprise。这个花朵做出兔子似乎是林峰求婚的礼物吗？张馨月6月1日在微博晒出用花朵做出兔子造型的摆设，直呼 surprise， 似乎是被求婚的礼物。对于张馨月能够成功俘虏厦门李嘉诚之子林峰，确实让外界相当震撼。不过据知林峰于6月1日时已在贵州拍电影版寻情记，港媒针对林峰求婚仪式曾向同样参演《寻情记》演员裘正、韦苗侨伟、郭羡妮、滕丽明等人都表示没有听说，苗侨伟更称未听闻过林峰求婚，不方便评论。林峰的堂妹林夏薇则回复：我没听过，这要问哥哥啦。据悉林峰目前在拍电影版《寻情记》，同剧演员均表示未听闻他求婚仪式。林峰现年39岁，本名林慧文，爸爸是厦门地产大亨林华国，家族资产高达20亿港币约11亿令吉，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，凭着帅气外形精湛演技成为港剧一哥，多次传出会隐退继承家业，让粉丝随时错列等，但是至今仍活跃演艺圈。他同时也情史丰富，绯闻女友包括潘双双、李彩桦、钟嘉欣，和小14岁女星吴谦宇交往5年，仍在2018年分手，被视为香港娱乐圈是未决定好男人的他，如今情定张馨月，让不少女粉丝心碎。而身高173公分、拥有34D 魔鬼身材的张馨月，2010年凭参加内衣模特儿大赛夺亚军而入行。这位山东姑娘跟父母及弟弟居于怀房市，跟林峰拍拖后即提升不少名气，有指她凭身材高瘦、眼大脸尖，成功令林峰迷到裙下。张馨月拥有火辣身材，林峰报已向张馨月求婚，预计年底结婚。新号本网站有权删除或封锁任何具有性别歧视、人身攻击、庸俗、诋毁或种族主义性